身边的所有朋友，愿主第三个是秘密，第三个是秘密。好啦，低蜡烛啊，我不是吹蜡烛，吹蜡烛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我说奇怪，这两个怎么会跑来？那我们在这里当然依旧有一个惯例。那我的两个助理，还有两位学生，就是给阿威抱一下。阿威寿星的那个，不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里都是阿威在抱，拉克从来没有抱过女人，所以我们现在来看阿威表演抱女人。阿威赚太多。怎么样？够兄弟吧？真的是够兄弟。来，那个两个助理，平常都是我啊，今天两个助理。啊，不，还有两位团员，一起四个人。不要了，不要，不是我们不能，我们不能破例了，不能破例了。对，不能破例，就是你要抱住四个人。对，你委屈吗？非常意外的惊喜啊，在这里带来一个
也许